Namo Buddhaya Namo Dharmaya Namo Sangaya Namo Buddhaya Namo Dharmaya Namo Sangaya 南无本达雅，ya, 南无达摩呀，ya, 南无僧伽呀。啊，我们观想，譬如真那佛为我们加持灌顶。

mahamudra mani pe majibara prabanda ya hung o momoga barochana mahamudra mani 普巴达雅吽，释迦牟尼佛，唵摩尼摩尼玛哈牟尼耶娑哈，唵摩尼摩哈摩尼耶娑哈，唵摩尼摩哈摩尼耶娑哈，药师佛。 唵拜沙杰拜沙杰拜沙加萨摩德嘎德苏瓦哈，唵拜沙杰拜沙杰拜沙加萨摩德嘎德苏瓦哈，唵拜沙杰拜沙杰拜沙加萨摩德嘎德苏瓦哈，啊，长寿佛。 Om Amaranijvan De s w a h a Om、um、Amaranijvan De s w a h a Om、um、Amaranijvan De s w a h、um、a 准提佛 f Om、um、o Om、um、Chare c h u l e n 准提 s w a h a Om、um、Chare c h u l e n 准提 s w a h a 嗡伽那除那准提娑哈，阿弥陀佛，嗡阿弥达巴悉，嗡阿弥达巴悉，嗡阿弥达巴悉，啊，我们最敬爱的老师傅，啊，诸位法师慈悲。 杨会长、简会长，嗯、呃，诸位大德居士、诸位菩萨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好、啊，请放茶。啊，一切都变得很快啊。嗯、呃，这个礼拜，呃，整个电视在报的就是呃，花莲的地震。 那，因为刚走过，所以他每一个景、每一个山，都还记忆犹新。那当然现在很多找不到，譬如说祥德寺到底怎么了？不知道啊。那好山好水，瞬间变色哈。 那一家五口，嗯，难得能够去踏青，啊，嗯，也是瞬间就人天永隔了啊。所以我们，嗯、呃，绝对不要以为是什么，当然把握当下是最重要的。呃，我还是得讲一下，我们到底是谁。 我什么算是我、啊？什么算是我？你走过的痕痕迹，你过的日子，通通是你的累积，你的表现。所以你到底是谁？当然就是当下的你是看得到的。过去的你虽然经过，现在已经看不到；未来的你，当然你更看不到。所以。 那过去呢？过去也是在当下的时候是现在，在过去的当下那时候也是存在的。那所以我们的我们的我其实是，嗯、呃，蕴含的每一点一滴的身心体验，嗯、呃，那也身心的的行为都蕴含在这个所谓的我里面，每一个都是你，都可以代表你。 但是又都不是你，嗯，它只能代表你的一一一小部分。但是在跟跟你的时候，跟你的互对的时候，对的是整体的你。但是你表现出来的你是当下的你，你整体的你，但是在当下表现的时候，这时候是让人家看到的。所以修行为什么那么难？啊，平常好好的。 但是等到要表现的时候出岔，平常修养很好，但是碰到事情的时候，哎，这个修养不见了。那这个其实都是，嗯，也可以讲无常，也可以讲无我。那无常无我等于不能把握，没有把握。 那到底谁能够把握？是靠什么来把握？靠那个我吗？不是，我们能能靠的是那个随时的保持绝招，而这个绝招，你只要有训练，只要有去运用它，这绝招永远不会消失，它是永恒的，只要你要用就有，它就代表它随时存在。 但是你不用它，它好像没有；不是它没有了，是你不用它，啊，是你不用它，不是没有，啊。所以我们要修，就要修这个能掌握永恒的。至于我们说我当下生口意的表现，那个是无常的，是一种缘起的。啊，你比呃,呃，看到一个很棒的东西，你这时候身心一定很喜悦。 因为因为你的身心互动的是一个很好的境，很好的境界就被境转了。那我们也可以说这是我们的福报，我们的受用。因为我的身心这时候有这个境让我来受用，也可以讲是你的福报啊。但是这里面呢，如果有觉，如果有觉，保持觉，既享受福报，然后又不会迷失，又不会遭业。 不会不会做错误的反应，啊，所以这个觉就是我们佛法所说的佛性、如来藏，或者讲我们的本性，或者讲父母未生之前的你的本来面目，啊，那个才是真正的你，那后来的我都是无名的我。 业力的我的累积，而那个自信的我是永恒不变的。那这里面要怎么弄呢？那永恒清净不变的那个东西，来运用你这个无明业所聚集的招感的。那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哈、啊。如果你都用这个觉的话。 即使有无名，但是你这个无名要展现习气的时候，有这个觉护持着，有这个觉引导着，这个觉也可以，就是我们在讲的智慧或者波折，以波折为全导，就是这个觉，不是什么概念，不是什么概念哦。我们现在常以为哦，波折就是很有智慧的、啊，很有智慧。我们一想很有智慧，就想很多，想的很棒，想的天花乱坠。 那不是，不是那个。嗯，所以如果用错了，啊，我们就卖弄智慧，就卖弄那个小聪明。其实那个卖弄你的习气业力，那不是绝，你真正有觉得。他绝对不会犯错。那我们刚刚讲过了，每一个绝都是本具的。那我们为什么常常犯错？ 刚刚讲过，不是没有，你不用它。意识跟着觉一起起来，因为离开觉也没有意识了哈。啊,啊，跟着起来，但是这时候你着这个意识的相，什么是什么是意识？就当下你的心的相，你现在在想什么？是怎么想的？啊，那我们的每一个当下，其实都是。 又有这个觉，又有那个意识，包括我们刚刚啊观想啊，你在念的时候啊，你想什么？你就把这些该观想的，把它想得很清楚，那当下那一念，当下在念它的时候，这时候的身心就包含了你所想的东西跟这个觉性。 所以你若想的，那个念是很棒的，那当下就蕴含着正能量。若当下是想的乱七八糟，或者根本就不用心的心那个像一点都不具体的，当下就空过。那我们的生命其实一直在流动，我们生命也从来没有消失过。我们的生命跟我们决心一样，是永恒的。 真正的我讲的是真正的生命啊，不是我们现在以为的生命啊，啊，我们现在以为的生命是现在你可以感觉得到可以运用的，可以你认为这就是我的啊，这就是我的生命，事实上那是建立在我自我鉴上的以为的生命，那因为它是无常，所以你根本就做不了主。 但是我们以为我们能做主，因为业力还是有它的惯性，啊，一个缘起，一个它，它还是有它的惯性在。那在这个惯性还在的时候，我们是以为，哎，就是这个样子，只是它还保持那样子的惯性。但是惯性只是习惯而已，不是不是真正的存在，更不是永恒的存在啊。惯性是造作的，是有违法。 是缘起法，是没有自信的，是随时在变的，无常的。所以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修才对？怎么样修才是真修？就是在每一个当下，用觉来引导你的业，用觉来引导你的行为，包括身口意。所以一样的，我们的业力会现前。 不是觉升起的，但是觉马上可以觉察到，不管你这时候起什么心动什么念，你为什么只能起这个心动这么念动这个念呢？因为有觉，所以这个觉同时知道你在起这个心动这个念，但是当你不尊重你的觉的时候，而尊重你的业的时候，执着你的业，把这个当下的起心动念当真的时候。 这时候他就真的发挥力量，业力就发挥出来了啊！所以一样的，当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心情不好一定是心里面想的是不好的事，所以这时候全身就闷住了。这时候你如果没有用觉来化解，用觉来造破，你会停在那边很久。刚刚讲过了，惯性它有稳定性。 所以你如果没有用觉来突破它，它会停在那边很久，啊！尤其你又保护它，又抓着它不放，那它停，你抓它多久，它就停多久。虽然是无常啊，因为我们以为真的都是我们以为我以为是的，都把它当真。所以它虽然已经没有了，但是你把它当真，它就是存在。这个也是很妙的。 我们常常会说“庸人自扰”，啊，这些有状况的人，他一天到晚就找很多这自己的麻烦，专去想那些一想就不舒服、一想就让他生气的东西来折磨他自己，啊，然后还以为自己有有道理，一天到晚惩罚己自己，他也很习惯这样自我折磨。 那也以为那个是真的，嗯，那在那种状况下，他自己的觉性若不提起来，你再怎么跟他讲有道理的话，完全不相应。有道理的话是跟觉相应，不是跟我知我见相应。有我知我见绝对不会跟道理相应，因为那是无明。啊，所以我这样一讲，应该我们也可以就慢慢的分析一下。 我们到底有什么问题？它有还是没有？它绝对不是没有，但是它不是真的有。你真的去面对它、分析它、觉照它，它当下就不见了。尤其我们的想法啊，我们每一个人，然后又以意为前导，如果如果想法想错了，接着下去通通错。 因为是这个想法，譬如说你，你你到底要讲什么？当然讲你所想的啊，讲你所想的啊。你要做什么？做你所想的啊。所以，如果这个想错了，接着下去说也错，做也错，就整个都是一个恶业，一一个完全不对的业力就出现了。所以，修行一定要在这个地方下手。 才是真修啊！我我们真的可以稍微想一想：当你烦恼的时候，你念佛有用吗？当你很穷的时候，肚子很饿的时候，你念佛有些念财神有用吗？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哦，大家好好去想一想。那为什么还是要这样告诉你？念佛可以解决我们的烦恼无明啦、啊，可以增加我们的福报。念佛一句，那个增福无量啦、啊，什么就都都就是讲这些，也就在让我们有一个喘息的机会，不要黏在那边出不来。 至少你在很痛苦的时候还晓得念佛，这时候心已经没有粘在那边那么紧了，已经有点脱离了。但是你真要解开你的心，必须把刚刚那个无名的执着真的解开了，才有办法。哎，所以我们怎么受的，我们怎么接受那个感受，就是当下你的心，当下你的意念。所以一切都自作自受。 因为起那个心、起那个念，没有人能代替你。由于那个心、那个念产生自己的痛苦或者喜悦，也没有人能够改变些什么，不能不能改变你。所以所有法都是来改变我们不如理的想法。所以学法就是慢慢从这不如理的想法、不如理的反应。 慢慢能够如你作意，就是你的起心动念都是符合道理的。包括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这句我们都会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我们都会不要执着，我们都知道。但是你那时候能不能用起这一个观念？能不能？因为因为这个绝招。 或者过去的信息，其实都在我们里面，它从来没有没有消失。但这时候你能不能拿它出来用，是你在决定；是你在决定愿不愿意用，也是你在决定。所以学佛若学真的，就是随时保持绝照，随时依法奉行，这就是学真的啊。这个是真真能受用。 而且真可以体证，因为你只要念头把它转成对的，你当下身心就变成一种对的身心状态，马上远离那些是非烦恼痛苦，马上远离，因为没有条件，他没有条件，没有支撑他的，没有保护他的那个无名的我，所以那个无名那个痛苦当下就消失，因为没有缘起。 没有语言来支撑、来显现，所以修行难吗？一点都不难。修行简单吗？一点都不简单。啊，一点都不简单。那难跟简单，你决定。你是要依法依智慧，还是依无名？依你的妄想，颠倒妄想？你再决定。啊，所以我们说根器好。 根气差，其实就在这个地方，嗯、就觉醒的快跟不快。根气好的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；不根气不好的，念起就是。你你只要想什么，都认为就是那个东西，这个就是根气差的。因为你都把那個无名颠倒当成真的，你出不来，因为你从来没有去训练。 自己出来，那同样根气，根气好，根气坏。我们刚刚讲，每一个都有觉，所以应该我们每一个人根气都一样好，好的不得了。每一个人都跟佛一样，同样的根气都有觉性。那为什么变成根气好，根气不好？就你用觉的，嗯，频度、频率高不高？你就常常用觉，那你的根气就好。 你都不用觉，你根气当然就越来越钝了、啊、越来越无名啊，越来越不讲道理啊！啊，所以，嗯，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根气差，以为自己根气差，就是执着那个无名的。你信赖佛所说的话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，没有道理根气差。我只要提起觉。 没有什么业力能够掌控我，哎，马上你就跟气高的人，马上就转过来。所以，真懂佛法，真学佛，真幸运。因为再大的烦恼痛苦，你都可以当下就处理，马上就解脱。啊，没有智慧是做禅，做做减自缚；有智慧，的机制，你再怎么跟他缠绕，他都可以脱身。 百花从中过，一夜不沾身。只是懂佛法，会运用智慧的，那用无名用执着呢？那随处都粘着，满身都是垢，都是脏啊！身心绝对不会清爽，不会自在，不会清安。所以，嗯、呃，我想我们还是要不断的去把佛法里面这些最精准的东西。 把它讲出来，而不是一天到晚叫你念佛啦，叫你要要信呐、啊，要虔诚啦，要讲那些，是肯定你根气很差，非得用那种骗你的方式，你不能接受。但是我认为我们都有佛性。 不，我不应该用那种方法来，来，来 <laughs>，来告诉你们，啊，不能用那种方法。我宁可用错方法，对，你，或许现在是不对机的，但是我不能误导你。你哪一天突然想起来，哦，那一天，嗯，的慧度法师好像有讲这个哦，我是不是依这样子来试看看？ 哎，欸、这就对了，真正的法不能误导众生啊，啊。那我们因为无名，所以很喜欢被误导。我们因为无名，因为没有把握，总是要抓着一个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你你本来是解脱的、啊，只要你抓了东西，还能解脱吗？抓不住。 更痛苦，抓住了不解脱，怎么办？啊，想一想，呵呵抓住了一定不解脱，抓不住的话，那更痛苦，因为你想抓抓不到，啊，这两个都都严重的错，所以为什么不能执着？你要抓什么？谁在抓？什么能够让你抓？ 阿弥陀佛能够让你抓吗？你抓得到阿弥陀佛吗？所以常常在这个地方多去深思，多去觉照，多去反烦躁，你慢慢的，你才能够脱离这些所有的假象，真解脱，真正的无上正能正觉。否则的话，其实有时候越有信心，绑得越紧。 越有信心越执着，越有信心越以为一定要怎么样，不能怎么样，<laughs> 啊，那那这个就很麻烦了、啊，这个真的就很麻烦，因为你若是那样的人，把把自己绑死没有关系哦，你一定会不断的去绑别人，因为你认为你你想的才是对的，别人只要想的跟你不一样。 你就开始对抗，开始不安，啊，所以这个自迷自然就迷他，自悟才能悟他，啊、哦，你到底要迷还是悟？当然我们知道每一个都要悟吧，悟是悟什么？悟是悟什么？啊，就我的心呐、啊，悟就是我的心呐、啊。 你的心是什么？你的心就当下新的起心动念了。当下新的起心动念是什么？莫名其妙、啊。当下生，当下灭，对不对？你当下起心动念，真生出什么吗？但是你把它当真，它就不断的在真里面打转了，在这个错误的真、颠倒的真里面，在那边打转了，不断的在那边执着，在那边绕。 您在那边出不来，所以，呃，真想学佛，还是真的得懂佛法，不是懂相似的佛法。我们现在大部分懂的是相似的佛法，啊、呃，我常常讲的，什么是相似的佛法？就冒牌货，啊，出去哭泣，冒牌的。 那我们现在学我我是佛教徒，冒牌的佛教徒，因为你根本就不懂佛法。怎么叫佛教徒？佛教徒就我相信了这是佛所说的法，我才相信。只要佛说的法，我一定相信，这是真正的佛教徒。但是呢，这里面不幸的是，你真正相信的是你的妄想，你的邪知邪见。 不是相信佛，也不是相信法，相信我执我见，那为什么这个样子？因为我们除了有那个本觉永恒之外呢，只要你存在，只要我存在，那无名就存在。除了觉永恒，只要是我还在，无名就在，无名也同样永恒。但是那个无名的永恒，不是真的永恒。 是因为你一直保持在无名里面，是你促成的。它不能永恒，它不是永恒，它随时在变的，无常的。嗯，所以无常的就该丢，不要再抓。那永恒的安住，随时保持觉，保持觉就持明，随时保持那份清清楚楚的觉照。啊，这样我们就能够越来越有智慧。 那明有功跟空相应、so,，说不仅仅越来越有智慧，越来越自在，因为什么都绑不住你，你不执着任何法任何相，没有什么能帮你，啊，那当然就越来越自在越解脱。好，嗯。 四月份的二日禅修，后、哦、在这个月是四月二十七、二十八。如果我们没有还没有参加过的，欢迎，绝对不会太痛苦了，啊，不会太痛苦、啊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其实很多呃他每一期都参加，那也真的看到了他们身心的转化，那他们也表现出那个对法的好药。 所产生出来那一份身心的提升，啊，越来身体越好，精神越好，真的，这个是真的哦。嗯，所以如果没有参加过，欢迎来参加啦哈。那呃，参加过，当然更希望你每一期都参加。这这不是在卖谁的面子，不是，是在卖我们慧命的面子，卖我们的智慧的面子。 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共修来，嗯，做个回想，嗯，当然，首先我们借着大家的共修力，还是啊、呃，回向我们老师傅啊、呃，身体能够呃健康，能够多陪我们一些时间啊。好，那邓丽鹏。 李成桂华、林国泰、黄秀兰、吴天生、吴资轩、康淑君、许秋林、郭文贤、如来招娣、张碧璇、杨锦博、林小涵、楚作新、纪礼豪、蔡家荣、张世聪、吴炳松、黄蔡静凤、吴坤辉、吴红淑,淑娟。 李婉慈、巩立民、黄蔡静凤、邓梦涵、叶丽凯、黄华玲、林俊清、李建福、刘建宏、林李代、王秀环、蔡明修、武王孝、王淑美、黄玉仁、孙蔡豪、林俊邦、柯正胜、杨武宪、蔡淑芬、许贝明。 愿他们都能够远离业障，身心自在啊！这边我想再啰嗦几句啊。你若写名字在这边，那当然如果，若啊条件不好，就身心不自在。当然，呃，不来没有关系，但是千万不要你写的人也不来，就你要回向的。 因为写字我们都不认识他，怎么回向？还是往虚空回向、啊？那其实那个回向最有效的就是当事人，就我希望回向给这个，那我来参加啊，因为我来参加，然后大家往这个地方聚集，那不要连要回向的人人也不来，这个念这么多就一点意思都没有，因为我。 是我念起来都不认识的、啊，所以连要观想，要把它加个词，放个光都没办法，找不到对象。嗯，所以这个我想，这也是还有下面这些其实也是一样往生净土的哈。嗯，不要我们每个月念，但是家人都不来，这个念起来，这个我们我们就用凡夫的想法哈、啊。 不熟的都在帮我回向，啊！你这子孙都不来你，你你想一想，那这种回向会有多大用处吗？也是有限的，也是。那我是讲真话，了，讲真話。嗯，所以我们如果有请求要回向，你至少你要来，你才能够真帮得上忙。不是靠我们来回向，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功德啊。好。 那，许、嗯、黄六、林刘秀莲、林聪显、蒋师儿、陈敏春、陈翰林、刘俊玉、周宗元、林慕容、吴登全、陈李平阳、陈福建、李科美人、李文德、陈德喜、杨宝明。 廖庆春、张宝云、杨金雄、林展宁、江富宝宝、林薛秀兰、傅丽英、蔡信杰、熊庆昌、巩黄锦花、连建雄、蔡卫岳飞、杜阳洪喜荣、李家勇，以及弥陀殿所有大德。嗯、呃，反过来讲，如果说即使上面没有念到。 名字，那你亲属来这边，在你心里面默念，借着大家共同的回向，一样有很大的加持力。所以，呃，我们自己参与才是最大的回向力啊！好，最后我们用最呃前进的心啊，供养十方诸佛，嗯。 回向法界众生啊啊！希望这一次啊，因为地震所遭到的伤害啊，或者命为的，或者已经往生的啊，借着大家的修持，他们都能够减少他们的痛苦，能够增上他们的慧命。